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雷姆，欢迎收看神魔影片。今天我们玩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巨星的什么鬼啊？君临啊，就是今天第一区的关卡啦，不知道打了没。那这一关其实是几考验你的转珠实力的，我自己觉得会是有啲难度啦，有啲难度啦。OK， 好啦，那我配的都是梅菲斯坦几啦，那这对是今届的大热门的。基本上大家都喂，不要那么大力。留一留住，纵使可以做七级，你都要留一留，因为第一关其实要草技嘅，咁你唔可以咁快怼爆佢啦，咁你就留翻啲面子 ，OK， 俾佢活多一阵，活多一阵子。我唔小心大咗呢度，因为梅菲斯有时佢系好恐怖嘅呢一队，佢系会突然间爆发得好劲，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啊，转珠嘅时候，尽量唔好转三个属性啦，咁你就唔会太大力噶啦。咁呢一队有乜好处呢？呢队转心多啊，有成三个转心，咁你话喂？天蝎系嘛？系啦，咁嗰只大家如果冇嘅话都可以试用黑狗啦，咁勉强应该都 OK 嘅，因为其实最重要可以唔系太大爆发，哇！呢下转得嚟七康，不得之了，不得之了。OK， 呢一度我嘅火油已经准备好五毫盒啦，咁可以跳起啦，咁我就可以去下一关啦。如果你话我火油冇十。冇滿記喎，點算呢？咁就都係成人無聊啦。唔係，其實第二關呢關都係儲嘅，因為佢係 CD 一，但係扣6800嘅啫。咁呢度其實你有轉心咧，都 OK 穩陣嘅。你要三隻轉心，其實呢一度係俾你儲到技嘅應該。咁你自己就住嚟轉多啲 combo 同埋留心珠啦，自己係啦。咁火一出，咁就第一條血就拜拜啦。Yeah， 拜拜。好啦，第二條血咧就兩秒轉珠，咁呢度就係考驗你實力嘅時候啦。OK。咁我自己咧呢度就冇用技能嘅，因为佢 CD 二千萬二血咧，基本上我有啲技能嘅话咧，嗱都转得唔好啊，得四个，转咗多一格可以多一抗，不过嚟唔切，系啦，咁应该有够转心系俾你挨过去嘅呢度，所以我冇开其他技能，或者我应该咁讲，我冇其他技能可以开啦，咁我自己就哇哇哇呢下叠住靓，系啦，嗰下我真系有谂过叠。跌咗嘅结果同我啲想法啲唔一样 ，OK， 好啦，咁继续转啦，两秒转珠，大家小心啲去160000血啦。咁其实最紧要回血嘅啫，回得到血咧，再慢慢打就得噶啦。呢度唔系太难嘅，咁唔好悭咯，因为转心有三只 CD 五六嘅话，应该系好快回到嘅，咁所以唔使点悭嘅转心嘅，即系觉得需要就用啦。好，咁平均转到四抗咧，咁呢度都已经稳阵啦。四抗五抗啦，我自己就都系咁上下啫。因为两秒转珠，我自己唔系咁犀利。呢啲 Andrew 屈机啦，佢话两秒转珠要同佢转珠差唔多，俾屈咗机。好啦，跟住再嚟一个转心再转暗，咁咧嚟一个小爆发咧，咁希望可以怼爆佢。哎呀，个火珠啊，再左多一格就可以有六抗啦。差少少就可以搞掂噶啦。咁呢一关你话仲有咩度可以过呢？咁我自己都冇再 further 做 study 嘅研究。咁呢一队我都系睇排行榜见到呢一队可以打到15回合嘅，所以我就揀咗呢一队打啦。咁啱我都有，咁我就唔使谂啦。OK， 咁如果你话喂我冇火油喎，得唔得噶？冇火油嘅话，其实两个做法嘅，一系你就破防 ，OK， 一系咧你就即系夹硬谷个攻击力上去破防咯，一系就直接带咗破防。之類啦，好啦，呢度哇，呢關係其中一關，我覺得最麻煩的關卡，雙重凍結係一個幾新嘅技能嚟嘅。咁你又見到兩粒珠咧係被凍結咗啦，咁點先可以解除佢咧？咁你就好似平時咁消除嗰粒珠就得噶啦。咁萬一你消除唔到點咧？咁佢就 keep 住喺個呢一個長度三 round， 所以係非常之麻煩。如果你係冇 ，let's say 而家三粒水珠可以消到啦，如果你係冇水珠嘅話咧，你嗰粒硬食噶啦，焗住。企喺度咯，呢度我转错咗，我烧唔到个木箭，我转错咗。It's so bad。所以点解话呢一关系咁噶考验你嘅转珠实力咧，就系、因为呢个原因啦。咁亦都唔少人咧会因为呢个原因去用希腊神队嘅，因为希腊神队佢喺呢一关度啦，同埋两秒转珠度啦，都有一个优势，因为靠运气噶嘛，大家都明白噶。好啦，咁呢度继续去嘅时候都系一个慢磨嘅节奏，我自己玩法系因为。有啲难，点解我会后制呢？就因为我需要极度专心嚟玩呢一关，因为
唔係講笑㗎，即係你要又要講嘢又要轉咧，我覺得會死得好慘嘅。咁當然啦，一陣我會俾你見到我發生咩事啊，一陣有啲好笑嘅發生。好啦，咁你見到血量咧冇乜幾多啦，呢、這個死人雙重凍結，130万血嘅大咩大星咧叫做係咪？我都唔好記得佢個名啊。始終係咪叫大星啊？始終你都瞓住。睇到阿軒啦，嗰邊喺度睇緊動畫。呢度阿軒喺度，望過嚟喎。係啊 ，hello。好啦，嚟到阿 Top 啊 ，Top 咧25% 咁呢度咧，你開科學冇用嘅，不過見到有開下。你係需要嗱呢度個粒珠係 keep 住喺度三個回合，好鬼麻煩，超麻煩。你需要打五個回合啦，換句話算，因為佢四個回合啦。咁你四個回合裏面每個回合要回，萬一咧係有啲難度嘅，所以呢度咧大家要注意啦，小心一啲 ，OK， 小心啲。係啦，好在呢度回復力亦都唔差，咁就有各樣好處啦。咁呢度都係嗰句啦，轉身唔好慳啦，需要用嘅時候就用啦 ，OK。咁你見到我都唔慳嘅，見到我有其實有五粒我都照開，因為想穩陣啲，同埋我都唔係好自了解自己一隊個回復有幾多。因為其實呢一次是我第二次打，第一次打我就自己試一次啦。咁呢次是第二次打啫。咁我唔想不斷拍咁樣，我都係求其，唔係求其嘅，即係話想將自己最真實嗰一面呈現俾大家睇。好啦，哇！轉完一大輪都轉咗啲乜？有五礦嘅，非常好，搞掂啦 ！Yes， 咁我贏咗啦。好啦，跟住嚟到咧最危險嗰一關啦。呢關咧係反彈10% 嘅，咁。你打不死他就被他打死了，所以大家這裡不需要想的了，我自己一定會開彈技的，因為沒有一張卡能夠保證我能夠秒到他，那唯有彈技可以。那我看到有三個屬性，暗珠有兩 set， 我想都不用想了，我需要開技了。那要說喂，暗珠不夠兩 set， 那因為我的暗是主力輸出嘛，那這裡就有少少危險，那就自己抉擇了。但這裡轉錯了，見到個水珠不對，水珠的位置那就放上去好啦 ，OK， 咁啊，剩轉剩三粒珠，應該個傷害都能夠達到1.78倍左右啦。嘣嘣嘣嘣嘣嘣嘣，有冇天降？有天降，穩陣啲。Good， 有天降，成功。綽綽有餘噶，對於秒殺佢，因為佢只係得200万血啫。你話唔可以彈技得唔得咧？有啲危險啊，我自己覺得。我自己就建議開。你唔可以彈技，你有信心，轉珠有信心嘅，你可以開嗰個叫乜鬼？奧丁嘅，奧丁亦都係一個開彈。咁就壓咗血之後可以用，跟住嚟到 G Dragon 龍影元素師 G Dragon 啦。咁你見到佢係風龍隊噶，咁但係雖然係風龍隊，但係無咗龍隊嘅朋友去打呢一關，我覺得哇呢下靚7级8级，我專心轉珠同埋即係講住嘢轉珠係真係爭好遠，爭好遠。同埋打呢條級咧，會將個潛力谷出，超勁，超勁，好。跟住呢度，佢其實唔係好痛嘅，就係8800CD1，咁就基本上你有轉心啦，都係嗰句啦，就冇乜問題。所以我成日覺得呢關會用史萊姆王已經能夠打得贏咧，都有機會，都有機會。史萊姆都係有啲排珠啊嘛，所以都有機會。得閒可以試史萊姆大關，不過應該都未必會試嘅，懶啊！打到卡就算啦，呢啲卡都未必會升。呢張卡係點我都未 study 過添，可以睇一睇呢張卡。呢個叫龍傲影控師，咁其實呢個咪都係 G Dragon 嘅，邊個嚟呢個？係咪經理人？點解有啲人會 head住咗 Big Bang 嘅？嗰個係邊個咧？有冇話翻俾我知？呢張卡都唔係好有用嘅啫，好似係咧。OK，anyway。好啦，嚟到皇冠，皇冠雙重腐蝕，咁就係綠色閃住嗰位咧，你就唔可以去觸碰嗰位啦。就算你燒豬都唔可以嘅，所以咧佢其實一直喺度阻住曬啦，可以咁。咁啊有400万血啦，400万，你有冇聽著400万？所以你要秒佢係有啲難度，同埋仲要佢係各種嘅纏住，喺呢度又失敗啦。總之一掂到綠色個地方，你就會停，你嘅豬就會停，所以你要。避開咧，並唔係咁簡單。咁你嗰個位置基本上係唔可以喐佢啦，唔可以掂到佢啦。OK， 係啦，咁佢就 CD2 打14000嘅，咁反而冇第五關咁
hash 嘅，因為佢一嚟先二啦，一嚟夾埋除翻二都係七千幾，所以呢一度咧反而冇咁難。不過你轉珠就有個黑掣啦，咁都係 trade off 嚟，即係轉珠呢度就好麻煩啦。哇！呢下夾硬斜轉。其实好麻烦，佢嗰个位啱啱咧卡住，如果咁啱喺边边就最好啦。咁但系卡住喺中间嘅位咧，好麻烦。系咪一定出喺中间位咧？大家话翻俾我知，我都冇知，因为我就系打咗一两次。好嚟啊，开技能呢、這个时候唔使谂，要开技能。开技能一阵发生一样好低级嘅事件嘅，咁大家可以睇下，留心一下。因为你都开咗爆发啦，咁啊开咗奥丁啦，咁我系谂紧我要转三个属性，咁我呢度有啲纠结，呢度转得衰，因为我想将三个属性都转到，咁就勉强转到啦，咁有个都叫唔错嘅爆发啦，咁因为啊转心珠得一半几率可以弹起嘅啫，所以你知唔知啊？可能都知啊，即系梅菲兽啊，呢度就系好低能啊！呢个其实不应该失手啦，唔知点解转跟住之后甩手定乜鬼啦，地梯得唔好乜鬼，跟住总之就断开咗啦，两 com。咁呢啲错误咧，我就算啦，唔想纠结，唔需要咁完美，咁之后又都系死咗算。唉，不过啲唔抵咯，觉得真系唔抵。应该会失误，一个好完美转得好靓，一个好漂亮嘅关卡呢个，我心目中嘅剧本明明死，好烦啊！呢排我唔知道因为转咗手机原因咧，佢系会断开嘅频率几高下，同埋我已经剪指甲噶啦，大家见到都系会咁，我以为之前指甲长会影响到啦，都唔关事，都系会断开。我怀疑我个 mon 贴有问题，赖 mon 贴咯佢，赖到冇嘢好赖赖 mon。咁其实我自从换咗 i6 之后咧，我嘅转珠咧系好咗啲嘅。咁原来荧幕大啲真系有帮助，我自己觉得。咁我平均而家五啦、六啦、七啦、八啦都会有，咁就多数喺六同埋七嗰啲位置啦。如果冇条件控制下，所以就明显实力有进步。好啦，最后啦，开埋坦机搞掂佢。咁其实你挨到坦机嚟，你一定秒佢噶啦。秒佢了，好嘢，完咗，完晒咗。不过秒唔到都冇所谓，记住慢慢打都仲得嘅。因为呢一关佢俾到 CD 二，其实真系对你好人噶啦。你谂下，如果 CD 一八千，你就好危险。OK， 搞掂。Yes， 赢咗 ，Yeah， 火又仲跳翻起添，非常好。跌卡啦，不过跌卡一定跌卡噶嘛，系咪？好啦，龙傲影控师。唉，終於拿到手，咁呢張係我第二張。咁呢一張我諗住拆咧，應該都唔會拆幾嘅，就係咁啦。Yes， 搞掂。多謝曬阿寶寶大白鏡，好啦，今日影片就到呢度，拜拜。